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华德。然后这款疯狂兔兔放置型 RPG， 这边的英文名字是 Mad Rabbit， 疯狂兔子。来吧，这游戏应该出一两个月了啦。哦，来看一下哦，放置型，然后有点像塔防，是不是？这个应该是放置塔防加合成吧。嗯，我们的子弹会变强吧？寒冬战士情报，他干嘛？把子弹给他装备是不是？哦，他就变强了。这个会自动排列吗？好像不能自动排列。排序哦，有这边有排序。我们先跟着主线任务做好了啦，因为主线任务会慢慢引导我们嘛。点击画面攻击。没有啊，别理我。打倒怪物五只。好，这游戏的音乐就比较轻松的节，轻松的轻音乐吧。哦，这种打击音乐，敲打的音乐。然后我觉得啦，这个设定给我感觉有点像韩国游戏啊，这些 menu 啊、菜单啊什么的，排名看一下就知道啦。有没有国外玩家？我的排名我还没有名字，看一下有没有语言啊、设定啊。语言公告没有公告嘛，小游戏而已，就突然就出现在我的 Play 商店，看到就下载来玩。不过它已经出一阵子了啦，下载次数10000+了。哦，10000+，通常有在被人家下载的一个礼拜大概1000吧，如果你有宣传的话，那两个礼拜大概就5000吧。对对，那他已经一个月一两个月的话，到10000也是蛮正常的。现在没有自动合成。这种合并的会有一些自动合成功能啊，有时候会有一些点击卡牌，有新的兔子啦。这个是那个美国的那个征兵骑士 ，I want you， 一个美国大叔。那个图片可能大家都以前都看过。我们应该要增加我们战士嘛。但是点这里，然后这边打叉，没有位置，那我们要增加狼位。好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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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继续合成武器吧。慢慢弄，武器，打武器。然后把它换上去，打不过，打不过要重生哦。重生就从第一关开始吗？未不忘，这边有电呢。哦，我点击的话会有电是不是？对啊，我点他们会有电，可以电他们。制作一下。增加制作子弹的数量，应该指这个狼尾吧？是吗？没有，这个是扩充。
好，队员技能，不按完了，他没有自动哦。哦，有啊，这里啊，我怎么会没有自动？对不对？那自动才奇怪啊！好，非常休闲，非常休闲，非常轻松。好，有个头目来了，打得过吗？挑战头目入场，暴走萝卜。好，一样在30秒内把它灌掉了，看起来应该能。好，打倒了头目，第五波。好，获得刺枪。刺枪，刺枪，制作子弹等级哦。那我们现在升级就直接做三级出来了。这样就有新的子弹。好，这边继续挑战头目，然后做这个子弹等级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兔子的角色吧，英雄，有这个寒冬太空兔，然后我们刚刚有抽宝物嘛，宝物的话怎么弄啊？他刚好没教我诶，我点一下，被动技、主动技。附加效果，重生，然后会有重生石。然后重生石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个来强化这个东西，基本攻击力。电塔就是我们点它的攻击力嘛。战车的体力有。开启自动制作，这现在是免费啦。然后这几个合成有没有自己做自己合成？因为这种游戏大部分都有。然后之后你要的话，就是要看广告，或者是买一些特权啊、VIP 啊，或者是去广告啊。通常啦，这个游戏我还不知道。哦，这个宝物是直接加了啊，直接加我们攻击力了，已经直接用了，看起来是直接用了。好，可以换武器啦，换子弹。通过 LV1 讨伐战，这里讨伐战。Go。目前为止单机没有聊天室，然后会有排名这样。继续，现在不能看死，没有子弹了吗？没有子弹，没办法，这个数量有限。每天它产生的这个子弹慢慢慢慢升啊。好，过了过了，点击画面了。我们这个是战车啊，阻止这些萝卜来攻击我们，不是丧尸哦，是萝卜，不是兔子与胡萝卜。制造子弹的等级哦，哎呦，我点这个哎。排位赛，排位赛是怎么样？跟其他玩家打吗？也没有啊，还是一样，还是一样，只是一些副本不一样的玩法吧，然后可以获得一些素材啊。
哦，这边是灵魂石啊，这边是强化石啊。好，新箱，每日签到，新手玩到这边十分钟差不多。好，补给箱，你看可以购买去广告。我们来做子弹的等级。子弹的等级刚刚有教啊，我已经忘记在哪里啦。哎呀，这里这里这里，达成子弹等级八哦，这可以移下来吗？可以把子弹移下来吗？不行。那如果移上去，哦，移上去直接合了，那也可以啊。好，又要合并子弹十次，我已经没有了。这边可以直接，哦，这边可以直接帮你补充啦。他直接帮你补充有没有？还不错、啊。这边可以补充29次，刚刚是30嘛。好，那我们这边要合并子弹十次。好了，紧急攻击画面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吧，因为这个游戏大概就这样啦，就是点击嘛，然后合并嘛，然后抽卡嘛，养成嘛，然后升级我们的兔子啊，我们这些兔兔，我们这些兔兔，然后跟这些红萝卜战斗，算卡哇伊吗？只是画面有点小啦，画面小小的，有点像太空兔，有没有？他们好像穿太空装欸。哦，也不一定，有的是有点像西部牛仔的，不过每个都是拿枪械就对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咯，我是汉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欢迎订阅点赞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